有時我哋好似今晚我哋聽到福音裏面嘅兩個門徒咁，當時當事情唔係我哋所預料嘅時候，會感到迷茫同絕望。耶穌的死亡使到門徒四散，冇曬希望同埋夢想。佢哋一直希望耶穌能夠拯救以色列。耶穌係一個領袖，咩都可以做到嘅。他們都認出在耶穌的身上，耶穌是一個天上來的，各位個個都擔當的耶穌，擔當的墨西亞耶穌。但是現在他就是一個犯罪的人，在十字架上死了。而家耶穌嘅門徒覺得最好就係翻返自己嘅家鄉屋企，過翻佢哋以前嘅生活。於是復活嘅耶穌利用一段旅程，同好失望嘅門徒一齊行，並且指引他們，同他們繼續聖經，直到最後。當耶穌擘餅用精神食糧來滋養他們嗰陣時，他們就認得耶穌是耶穌基督。他們覺得死了的耶穌現在是跟他們一起行，一起討論，一起默看餅，一起分享食物。今天我們問一下自己，有幾多次我們遇到耶穌的邀請，但是又缺乏葉、缺乏籽、逃避呢？又或者有幾多次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、人或者情況之下遇到耶穌的父母，但是我們認得他，不理睬他，甚至對他不客氣，對他不客氣。耶穌要為門徒解釋聖經，他們只認得耶穌。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，不識他睇聖經，即係唔識耶穌同佢真嘅身份。所以聖經自己認識耶穌嘅人，喺日常生活上睇聖經有困難。每次我哋喺現實裏面默餅同埋翻向聖體，我哋就係翻向緊耶穌自己建立咗嘅佢嘅身體，宣言緊真正嘅共用。我哋都要向人傳基督嘅信息，同埋翻向生活經驗基督徒。生活經驗，
自兩個門徒返回自己的家鄉嗰陣時，耶穌係好似陌生人咁，同佢哋一齊同埋繼續聖經。呢個提醒我哋對陌生人要表現得客氣同友善係重要嘅。事關耶穌講過，因為我愛了。你們並沒有給我吃的。耶穌尤其是是存在在最弱小的弟兄身上。耶穌同兩個門徒一起行這段行程，即是耶穌都陪住我們每個人行人生的旅程一樣。當耶穌盲病的時候，門徒就認得出是耶穌。同樣，自由到我們都不意將所有跟其他人分享的時候，其他人就要認得我們是基督徒。就让我们祈祷，弥撒当中继续求天主，求主耶稣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认出耶稣的存在，明白圣言的真理，用圣言同埋圣体去滋养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上为天主的爱作见证。